妈妈要我去什么？这袋苹果的重量。OK， 它的重量哦，它的 weight。所以妈妈要我去什么？这袋苹果的重量呢 ？OK， 在课本里面有哦，一个故事跟重量有关系的，还记得吗？跟大象的重量有关系的，你猜到那个字了吗 ？OK， 答案是什么呢？二哦，称哦，就是去 weigh。OK， 去称它的重量。好不好？所以妈妈要我去称这袋苹果的重量哦。如果你有陪爸爸妈妈去那些比较大的超级市场呢，去买东西的话，有时候呢，它的苹果呀、它的蔬菜呀、像萝卜啊，这些东西都要拿去称那个重量啊。你们帮过爸爸妈妈做这件事呢，挺好玩的，对不对？它其实就有一个称重的那个机器，然后你就选到底是什么，然后你再按呢，它就直接哦是自动的，其实蛮方便的，它就出来一个 price tag， 对不对？然后就放在你的纸袋上面，然后塑料袋上面呢 ，OK 就可以拿去还钱了。好，去称它的重量哦。好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和我和你，对不对 ？And 呢？所以不是哦，这个是答案称。这个是什么呢？种花种树，对不对啊？我要种花种树。然后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利是什么呢？很锋利啊。然后呢，利用啊。我们最近呢，我们可以说啊，我们那个水哦，有时候呢，你啊洗过米的水呢，有没有一些妈妈把洗米的水呢，利用那个洗米的水拿去浇花呢 ？OK， 我们可以。或者是废物利用哦 ，OK， 我们拿一些不要的一些东西呢，可能把它变成一些有用的东西而利用，好不好 ？OK， 所以我的答案是二哦，称哦，称，妈妈要我去称这袋苹果的重量 ，OK， 和称重和利哦，好不好？